大家好，我是阿瑞，我现在在汕头确实的宋大丰祖师庙这里。那现在是中午时分了，我爸妈正在厨房那边煮菜。那今天中午呢，我们在祖师庙那边吃午餐。啊，平时逢年过节呢，我们都会在祖师庙这边大家一起聚餐吃斋饭。那今天我就录这样的一个视频，让大家了解一下潮汕地区的寺庙一般都是吃什么样的一些菜式。啊，这个就是祖师庙这里面的厨房了。由于寺庙呢，平时是有很多大师主这边有进行捐赠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平时来这边吃饭都是免费。当然，我们自己也会，平时都自己也有捐赠。这边就是祖师庙的食堂了。啊，今天由于是我们自己上来祭拜的，并不是大的一个庆典或者节日，所以没什么人。这边大概是可以坐四五十人的。你放什么最短的食堂？你搞那个屁股，搞了都变成老手汤了。2300块，咩嘅脑残生啊？做嘢出丁嘅时候，当时用脑残生啲听得到啊？脑残生就变起住嘅食丁啊？开始做，我就阿边咧，那系啊，先摸得门，来开始做。诶，呢个有特压啲嗬，跟住，做翻嗰啲成翻嚟都，咁咧做嘅时候我攞钱去做，得啦，就玩嘢啦。哎，随便一个，真正是你走都有这个，我随便一个进去的啊，是吧？嗯，那你说那我们才好，你看这个山往西那边，又高，再高大高，我家那个高一样，大山顶，哎，都一样。因为这个梦里该古奇吧，出事后该古奇吃吧，所以就该叫古奇，就该吃。不做吃咩咧？我就比较大晒就该吃啦。不做去前排吃大晒，啊！另外有，那来吃吃农药，很多不光咩个，有海贝啊，哦，有菇棒啊，不何为用的吃啊？一次很大，是吧？稍微做其他吃。看得掉，你斟落啊哈！哎，这下我拿水生的给它滴滴倒了，还弄得热臭，咁那个那个，有点啊。他要是对酒就不会落去的，一个苦都在落。放在上面嘛哈，哎，还是还落一个话哈。是，那是一上去就酒了这下，哎，好高来。所以就来这么下，就试一下子。